好，我是德奈的yuxin，大家久等了。欢迎yuxin，yuxin手里面拿的是。拿的是我这个柠檬红茶的口味 TOT 气泡饮的柠檬红茶，喜欢这个同款口味的朋友现在即可下单了。哎，我是不是太专业，然后直接开始带货了进货太快是吧？啊，好 OK 到了工厂之后成箱直接装载到火车，所以你刚看到那个火车它是直接运输到全国各地，第一时间，所以相比较给到农夫山泉更多的用户们去第一时间送去饮用水，我觉得等待不重要，等待是值得的哈。对对对对，还挺值得。之前有看过这样的工厂厂房车间吗？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有过类似的经历。今天有一点就是回到原点的那种感觉，回到原点，就是蛮觉得蛮期待，说这个饮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嗯，啊，我们来换一下陈慧啊。好，欢迎陈慧，谢谢。那么，这边刚刚是我们农夫山泉的一个企业文化的一面展示墙。这样啊，雪融 C 100，雪融 C 100也很好喝，全部都喝过，陪伴着咱们一起来成长，对吧、然后它是个运动盖的，缩的，对。当时这个画不是好像还是什么，就是特殊设计的，是谁画的，是怎么的？这个设计是在。对呀、啊，春夏秋冬，这个婴儿的时候知道，就可以拿来擦脸。对，因为你们毕竟都还是宝宝嘛，所以二十三岁的宝宝挺好，挺好，然后 NFC， 所以二十三岁的宝宝挺好，挺好，挺好。然后 NFC 啊，这只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历史而已。就我们这个啊，对，马上下一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直播结束之后，这面会再多一个。对对对，就是我们的 TOT 气泡饮，好吧。贵阳的嘎，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你来介绍一下？是不是贵州的武陵山？嗯，对，哎，这个地方其实我没有去过，没有去过，没有去过，对对对。但是其实贵阳的山水是非常好的，很好，对吧？嗯。有两个口味是跟这个茶萃取是有关系的，请问是哪两位的口味？你的是柠檬红茶，柠檬红茶，然后还有柚子。待会儿面对着的那个就是千岛湖的雪原地，哦、所以你看。一条马路之隔，住的地方其实也能看到。而且你住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快艇，可以直接直通这儿。啊？嗯。那我们为什么不坐快艇啊？安全第一。好，还真是。对呀、啊。哇。感觉像来旅游的这个。对、啊。感觉像可以许愿的感觉，有没有？景色太棒了吧。说刘雨欣乖乖想见你想见你啊，还有人说是谢可林大帅哥。然后那个瓶子的那个展示是在往前是吗？人气无敌。啊，过了是吧？人气无敌。人气。刚刚应该可以。人气人气。瓶子会升起来。气死啊！啊，没事，没错，今天就是让你这个眩晕一下。鞋跟太高了。没有了，我换鞋了。他坚持不住了，高跟鞋。还没出门呢。啊，有人说刘雨欣，你可以大点声说话。哎，嗯，我们都是导演，现在啊，边喝边聊，然后给粉丝们争取福利，好不好？来，我们走两下啊。他们今天会有什么福利吗？好多，好多。刘雨欣亲笔亲吻签名200张。哇，怎么念亲中？亲吻平生。谁能够越快越早的说出越多的水源地、啊、那么待会儿就不用接受惩罚，好不好？准备一下啊，当我说计时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各自说，我看你们谁能说最多。一共有10大水源地，你们各自能记。但是你看你们还好啦，你们贵州啊，然后四川啊，好歹都有一个自己的家乡的水源地可以喊得出，对不对啊？准备3、2，农夫山泉10大水源地都有哪些？一，开始。长白山、千岛湖、峨眉山、安信安岭。好，你三个，一个311啊。哎，等一下，等一下。继续。漠河有没有？没有，漠河没有。贵州梵净山。贵州有了，312。马纳斯。甚至不用说什么山都没关系。武当山啊，少林寺没有没有。马纳斯。新疆的。斯马纳啊，什么东西啊？马纳斯啊，四个，一个，两个。放眼望去，啊，还有什么？我们现在在哪儿？说过了，千岛湖、长白山。千岛湖。我们现在在哪儿？长白山。我们在千岛湖、长白山，还有长白山。OK。还有
所以还有你的家乡太白山啊，太白山啊，雾林山、莫林山、莫林山，所以基本上雨欣是状况外。雾林哦，雾林山，雾林山。好了，你大点声。可以。然后喝完之后，我不知道你会，因为是气泡饮嘛，它会打嗝。我不知道你的嗝来得快不快。如果打嗝的话，你会哎会怎么打？或者说，如果你觉得不雅，没关系，那你换一个，用一个姿势来表示一下它的好喝与否，好不好 ？OK。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准备好截图啊。第一个，当刘雨欣，好，镜头可以切掉了，别看我了啊。当刘雨欣第一次见到 TOT 气泡饮柠檬红茶味道时的反应是怎样？You。看到然后就喝了，对不对？没有，这是第一个反应啊。好，第二个，第二个反应是当刘雨欣第一次喝下 TOT 气泡饮柠檬红茶时候的反应是怎样？不是，刚刚那个气太多了。对，因为我自己是一直都会喝这个柠檬红茶的口味，但自己没有尝试过。嗯哼。哦，其实它也是新出的一个。对的。对，第一次出这样的口味嘛。没错。那喝完之后，如果用一个什么样的手势或动作来表示一下你对它的喜欢的话，会怎样来冲着镜头摆个 pose， 好吧？哪位沈老师举举手来？是哪位？这边吗？好，看这边啊，来，一二三，一买三箱。啊，是这个意思啊。Yes, okay. 啊 ，Yes, okay. 啊 ，Nice, yes, okay, nice, nice, nice. nice. Okay. 在公布游戏任务之前啊，我想问雨欣一个问题：雨欣是不是刚发布完粉丝福利啊？想见你，只想见你。哎呦，唱的可以、啊。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放到在哪？谢谢雨欣，真的非常开心。他给自己加戏，脚本上没有这一段。挺好听的，还蛮好听的。然后选择一位成员来猜对应的词语。刘雨欣，你选择谁呢？我来选吗？所以大家都会轮到，对不对？那就一位就好。一位，所以我是他是站哪里？都可以，你要选可盈，我就站这儿。你要选舒心，我就站到他后面。你可以，啊、我来举板子。水了，我俩一起猜吧，行吗？对呀、啊，我们俩一起猜吧。一起猜、啊，对，加起来嘛。那这个板子我该给谁看？应该给我。给他呀，他比划，我们俩猜。对。我就不太好占位置了，你知道吗？啊，可以啊。我们选一位成员猜哦，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跟自己的成员搭档的。他俩站过来，然后我在他俩背后来举这个，雨欣看板子。我跟雨欣站一块儿呢，谁来比划呢？不好意思，导演也不在。那我们就三个嘛，就直接过来嘛。我们就要一起都参与。好，就你俩站一起，然后雨欣来说。为什么要把右脸让给他？刘雨欣的三张签名照，再发出五箱刘雨欣同款喜欢的 TOT， 柠檬红茶的气泡饮。所以接下来我们希望雨欣能够更多的把这个展示好，好不好？好。给个镜头准备一下，不要看哦。拿好，拿好、哦，这个简单，能看到啊。我不能说话，对不对？不能说话，只能比划。Yes, OK。三三，哈欠。三喝。他说的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哦、然后打哈欠。哎，对了，第一道题 OK， 打哈欠。好，第二道题。自拍。哇，这个默契可以的。第三道题。打蚊子。哎呦。哎，不对。没，第一个词不太对。蚊子。打。蚊子拍蚊子，厉害了，拍蚊子，好快哦！这道题是什么？这是什么？眩晕气泡。哎，厉害，气泡，哇，可以的。这道题是好棒哦，柠檬。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酸，柠檬茶。吃柠檬。嗯，柠檬已经过了，柠檬已经过了是吧？接下来三个字，不能说话，对不对？不能说话。几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你可以有，你可以有声音，但是不能说字，不能说话。啪，放进去，转，放进去，八音盒，八音盒，过，过，好过啊！来下一道题，水瓶子气泡，是红富山泉，对，最后一道题就是爱情上的哒哒哒，唱歌，龙卷风，耶、yeah, ，龙卷风，恭喜，好棒。好棒哎，很厉害、啊，很厉害。好，我们三个还是有默契的，有默契。啊，这样好签吗？好签，好签。萨萨也想要，雨欣能不能给萨萨签一张？刚刚的《想见你》是不是唱的还挺好听的呀？这个是雨欣的签名，然后我们请
舒心和可盈也各自把名字签上啊。嗯，来准备一下五位哦，五个名字同一时间啊。来，雨欣啊，还是我吗？还是你？哦，好好。哎，我看看啊。你来看啊。让您看看。啊、还要看着你上。看好，三二一，停。好，截到一张屏幕。其实我自己也抢了，就是说抢了一些我自己的这个同款的。对，就是限量的，因为当时对，然后就赶紧打开。回去找一个这个可以做那个树脂的那个，就做奖杯，用树脂把它灌进去之后，它就是一个树脂水晶杯了。然后饮料永远在里面。哦、OK 啊，来一分钟时间，仔细听哦。嗯、好。我们可以先这样说，哎、从外观、okay ，从品牌到外观，然后从外观之后。我以前其实有过这样的经历。真的假的？对对对，你也做过电视购物？也不是，对对对。还为同行啊。其实，哎，好。是在淘宝和那个。景老师嘛，对不对？嗯，哦，对对对对，因为那场也是我朋友。OK， 来，好，我们来说一下，预备开始。接下来就是刘雨欣最喜欢的 TOT 气泡饮柠檬红茶口味 ，Show Time 开始。其实对于我来说，你们只要是你们喜欢就去喝，但不要去强迫，对，就是理性的购买。嗯，理性购买。对，然后对于我来说，我自己非常喜欢喝柠檬红茶，但我不知道你们如果爱甜一点的口味的话，可以选择它。嗯。然后爱喝茶，爱喜欢柠檬的味道，可以选择它。嗯。然后从这个液体的颜色上来说的话，其实会给人一种在夏天比较舒服的感觉，清爽的感觉，很清爽。我觉得其实我身边也有人在喝，他们告诉我放在冰箱里冻了之后会更好喝。哦，那是他没有骗你，而且我也帮你做了一些资料。其实我知道，啊、我有先做功课。啊，有做功课是吧？然后因为它是零添加的，零添加，对，然后也是零防腐剂，对，国内新创的果汁气泡茶，嗯，也是国内首条无菌的碳酸生产线。对，是的。然后它其实里面有红茶的口感。红茶是哪儿的红茶？斯里兰，就是卡，哦，斯里兰卡，对，斯里兰卡红茶，对。斯里兰卡红茶其实和就是全世界四大名茶之四大红茶之一是斯里兰卡红茶，啊。如果你们要想要在夏天眩晕一下的话，就可以选择它。嗯、然后喝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喝得太快的话，会像我刚刚一样，就是气太多，会不舒服。对对对，会顶到、啊。慢慢喝，慢慢喝，气泡饮，慢慢的品。没错，因为有红茶在，再加上有来自于哪儿的柠檬啊？意大利西西里岛。对，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柠檬。嗯。那么配合上这个非常完美的工艺和调配，天然的米酒、天然茶，再加上农夫山泉的好水，所以造就了你手中这瓶什么？是的。TOT 柠檬红茶，嗯，没错，所以这也是国内也是业内首创的果汁气泡茶、嗯、所以各位如果喜欢的话也想尝一尝和雨欣同款的，现在就可以去下单。这句话其实应该你来说，因为你在带货嘛。啊，其实我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是一定会购买，尝一尝。所以对，我的推荐是这样。嗯，这是雨欣的推荐，希望各位也能够喜欢、嗯、好不好？加点冰块冰一冰也是更加清爽 的。好，谢谢，谢谢雨欣，谢谢。你是更喜欢吃右手是火锅，左手是烧烤，请作答。你不吃。哦，都不爱吃。他是都爱吃。都不爱吃。啥不爱吃？我们会就是，哎，对，那个桌子会是被他铺满了。好了。所以你们俩刚刚选的都是火锅。火锅。在炎炎夏日，你们的首选饮品是右手 TOT 气泡水。气泡饮，左手就是冰水，请作答。这是什么？我没看清。哇、wow, ，TOT 啦！所以你喜欢的味道是柚子绿茶。柠檬红茶怎么冒气了？哎呦，米酒 TOT、米酒风味的啊 ，OK。好，第三杯。嗯，你们猜这个是柚子红茶还是？这个不是 TOT 吧？应该。那我现在保留一下。刘雨欣说这个不是 TOT 啊，我看一下啊。那从哪里可以看到啊？从哪里可以看到？从瓶底可以看到。瓶底。都还怪好喝的，你这个。都挺好喝的，其实味道都有点像。都挺好喝的。对，因为我们的导演是
精心调配过了，所以刚刚这杯是单独调配的一个银色、蓝色、白色的一个外表的一个包装，就是非常的夏天。哪里有银色？这个不是银色吗？银色。对啊，这个啊，银色有银色。味的这个米酒风味的气泡饮 ，TOT 气泡饮，准备，可盈还是给我个倒计时好了。好，四三二一。好嘞，截屏。恭喜以上几位，分别是看一下。接下来我要开始出题，阻碍你们的拼音的手速了啊！首先，第一道题可以抢答的哦。农夫山泉采用的都是富含天然矿物质，适合人体长期饮用的，是弱碱性水还是弱酸性水呢？请作答。弱碱。弱酸。弱碱。弱碱性水，回答正确。45米。非常棒，哇！雨欣是越到后面越进入佳境了，你看没有啊？45米下的水啊，然后我看看这个问题啊，哦，对，刚刚有个问题，其实一直没有跟你们说，就是刚刚你在问说这个记录保持，我发现对，我这个照片跟这个不太一样是吗？不是一张，我说怎么拼了半天这个脸，啊，不是一张吗？不是一张，不是一张，哎，好像还真的不是一张。没事，我凭我的记忆。OK， 但是拼自己应该没问题啊。可以，可以。好。接下来一道题就是，请作答哦，准备一下，请抢答。好像就是在看我们的笑话一样。但是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帮你们一起拼，这是我给你们的任务，你们要自己完成哦。这个应该在这儿，不对，对吧？然后这个应该是边边上的一个位置，然后把 TOT 找到一块拼起来。TOT， 你还是农夫山泉的瓶子呢？嗯。瓶子找一下，瓶子找一下，寻瓶启事。我再帮谢可盈找一下瓶子在这儿呢，来瓶子 ，OK， nice， 来，然后再继续。我手呢？哇，拼完了，但我提前拼的啊。来来来来来，我就是。我只是想搞快点。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边那个。这是这个。我感觉这个你是不是把雨欣的给拿过来了？我送你，对吧？这是我的，对，刘雨欣，他这缺了个瓶口，你看，这个，啊，这个一个瓶子嘛。我们可以不是第一，是啊，但是我们一定不会让最让雨欣变成第一，是吧？对，完全没有头绪。哎，不过可盈这边 OK 差不多了。这是哪？是哪？可盈这边差不多了，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拼好的，加油！你那边是不是也有一个是到那边去了？这个位置一看就不对了，这是不是你的扣子啊？对呀，我是不是拿了刘雨欣的？所以你这俩是混搭混穿了是吗？这是谁的？这个是你的。OK 了，越来越接近了。这个，越来越接近，但是这个是不对的。白色啊，就这样。不是，这是不对的，没拼起来的。这样，在这儿，这里应该是个白色的，对吧？这样，帮到你了，帮到你了，来。耶，谢谢。哎呦，好累哦！加油加油！头痛。你基本上遥遥领先了，你可以喝一口你喜欢的米酒风味，等等它啊。我还有最后一片，那我的手应该在。对，你可以完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喝一口。对。听听气泡饮，米酒风味，让自己慢慢的放松一下，等一等它，让听到那个声音，柯南好气哦！听到那个声音，柯南好气哦！往下进行，然后我们在这拼。没有了。哦，没有了。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可以让他拍了，那就随便就是把它拼。我们来看一下谢可这边的尴尬。OK， 终于我们走了。终于，哎，慢点，太不容易，我帮你了。太不容易了，真棒！你自己拿，太不容易了，真棒！来，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快让他回去！哎呦！让他翅膀。他们就费你天堂，好，你们是不是看到了？好，谢谢。才十天啊，没有，好，最后听一听雨欣今天的活动之后，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农夫山泉的工厂，然后去看了。其实我们平常能买到 TOT 是经过了这么多加工的程序，所以才喝到的。然后非常辛苦，他们可以来到这边陪我们一起直播，对，然后希望你们喜欢 TOT， 喜欢三个口味，喜欢我们，谢谢。也希望你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 The Night， 支持里面的每一位成员，对不对？对啊，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来到现场的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吧，好不好？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说两句吧。谢谢大家。嗯，来看牛。夏天记得多喝一点，就是把 TOT 放到冰箱里面，然后让自己眩晕一下。嗯，来，你指两个人，我帮你送一下。眩晕就像我这样，是可以都给他们吗？可以都给，你先指两个，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不要两个吧？啊，全部是吧？对。好，我们就放这儿。人家要刘雨欣给，又不要你过去。啊，是吗？哇，好羡慕呀！萨萨也想要呢。都有。啊，别挤哦，注意安全啊！我现场人还是很多的。啊，慢点哦，注意脚下，注意脚下。预备起。新女团，新碳酸，天然啤酒，天然茶，爽到你眩晕。下次直播再见，各位，拜拜，拜拜，辛苦大家，拜拜，拜拜。